怀孕了，现在有人跟踪我。是我，现在一成在我身边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喂，医生，我真的怀孕了。恭喜你，已经6周了。你丈夫没来陪你啊？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呢。你是想给他个惊喜吧？也不知道是惊还是喜。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，你丈夫知道了也会开心的。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个孩子的准备。怀孕初期的孕妇啊，都会有这方面的焦虑，你们要对自己啊有信心。 最好呢，跟你丈夫好好沟通，别做出什么后悔的决定，啊。嗯，谢谢你，医生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那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怀孕初期的话，前3个月要注意休养、忌烟酒，避免夫妻生活。嗯，好，我会好好注意的，谢谢。 刚才那个女孩，她怎么了？您是？我是她爸爸。啊，我都跟她说过了，怀孕前3个月注意一下，别的没什么大问题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好乖呀！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，你丈夫知道了也会开心的。 我不是说了不要再联系我了吗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还想不想跟那个江一成在一起？你说呢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们俩根本就不会分开。嗯，你要想的，你就想办法把他再抢回来。其他的，我会帮你的。 不会是我没接到他电话，生我气了吧？(笑)
江一成。 感觉怎么样？医生，我的孩子，放心吧，孩子没事。多亏了你摔倒的时候啊，用胳膊支撑着，要不然运气不一定这么好了。以后千万要小心了。嗯，谢谢医生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。对了，这是肇事司机让我交给你的。刚才有个男的打电话来，听说你出了车祸，挺着急的，说马上要过来。 谢谢医生，医生，我怀孕的事还没有告诉其他人，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啊？可以，这两天有感到什么不舒服，要及时来医院啊。嗯，还有要保持心情愉悦。谢谢医生，好好休息啊。嗯。 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好疼啊！不知道水泡有没有破。